笋撸汤，八卦，啊，八卦剑，啊，八卦剑，它是以八卦掌为基础，啊，为基础。学着剑的时候，它的理论，啊，它的纯理，跟八卦啊形意太极是一样的，啊，它是一样的。八卦剑名义上是绕圈啊，也叫走圈走剑，也叫八纲正剑，也叫八纲正剑。不停的运转，因为这个圈呢，奥妙拳的圈之中啊，在这个圈里啊走这个剑。孙昌瑞先生，他受教育张玉书先生，张玉书先生受教于孙振川先生，孙振川受教于孙禄堂老拳师。现在我拜在孙禄堂的女儿的徒弟梁凤祥门下，属于第三代传人。跟他们学拳学剑，我得到了好多东西。为了弘扬孙禄堂武学，我肤浅地把这套八卦剑练一遍。
八卦剑，他以八卦啊，他以八卦八个字儿啊，形容这个始作于啊这个八卦八卦剑。这八卦剑乾啊，他用乾坤坎离啊，用坎离啊，八卦剑震艮巽啊，对啊，始作于这个八卦剑，不停的转啊，任意啊，它很随意，虽然是转圈。虽然是转圈，但他的这个圈里啊，秋生孙。这个八卦剑有刺剑、结剑啊、外结、离结、脱剑、挑剑。砍剑啊，砍他点剑，啊，又扫啊，又扫剑，扫剑，扫地扫根啊，扫地扫根，又搬运脱逃啊，搬运脱逃之势，不停的转，不停的运动，撩啊，撩剑。他的坚决啊，他区别于别家啊，他是八字，这个大指啊，这食指、中指啊，挑起，其余两指勾到手心，但是啊，他有时候要使掌啊，啊，他可以使掌啊，这个八卦剑呢啊，很随意的。脱剑也可以往上带，力大中锋。这个剑呢是双刃啊，它双刃，说明它这个神意啊，神意啊，这个剑把护手啊，剑刃两边是刃啊，剑身剑尖乾卦，啊，乾卦，啊，都是从乾坤啊，天地嘛，天地人啊，从这儿变化，啊，它主要是从天地地，啊，就是坤，乾坤。带它，崩它，啊，可以穿九宫，啊，崩点穿九宫，扫。平斩啊，它可以平斩。脱啊，把人脱套啊，撩啊，有时候可以走弧形啊，啊，先入洞啊，啊，拔过去，任意走。他的起势啊，他这个他跟别家他不一样啊，他是手攥着以后，他是食指他点上以后啊，他是绕圈啊，这个圈呢奥妙拳的圈中有百炼不如一走之说。结剑叫气沉丹田，含胸八背，提纲挈领啊，气沉丹田。
缩肩缩胯，手往前撑。八卦剑，他要撑住力，啊，两肩缩着胯，啊，坐着劲，脚抓着劲，啊，气沉丹田，虚灵顶劲，啊，要沉肩坠肘，含胸拔背，提纲挈领，气沉丹田。平刺，啊，中对方心口，平刺。折龙，啊，折龙翻身，啊，折龙翻身，带，啊，带他，这手往下插，要虚，啊，要虚实分明，啊，天边扫月，啊，画半弧形，啊，半弧形，半弧形，啊，这手要趁上劲，要踏住力，啊，半弧形扫去，力大见节儿，眼看见节儿，这步伐，啊，他这个步伐跟别家不一样，丁不丁，马不马。天边扫月，扫地搜根啊！他这个扫地搜根呢，这个脚啊，这是八字啊，八卦啊，讲八字扫地搜根。这时候又合上力，扫地搜根，半圆脱逃啊，又脱了。这时候又趁上劲，不停地运动，不停地运动，扣步啊，他扣八字儿。坤卦，啊，坤卦，啊，日月争鸣，力大中锋啊，这踏着力，啊，沉住气，啊，扣步，流星赶月，啊，流星赶月，他就是抹他，啊，流星赶月，用身子转，啊，不要是手啊动，用腰肘，流星赶月。往后把这脚摘出来，青龙反手，挑他，啊，挑他，他的步伐，啊，八字摘出以后，他跟别家不一样，他是长方形，啊，他的步伐，啊，是长方形，啊，不停的运动，不停的转，这个手啊，握剑这手这个手背啊。护着天庭，挑他，天边扫月，松身，坐胯，啊，要有神意，扣步，啊，仙人北剑，拖他，啊，虚灵顶劲，啊，剑啊，要快。斩出去，先左剑，先人幻影啊，先人幻影，他这踏住啊，然后就踏住，这踏住他，不停的运动，左旋右转，气沉丹田，放松，他就是。孙氏八卦剑都就是趟地步啊，他就是趟地步，啊，日月争鸣，啊，他都日月争鸣，扫地搜根，搬运脱逃，啊，他的变剑，一切就是在乾坤变化，扣把字儿。拖住，虚灵顶劲，力大中锋，日月争鸣，啊，踏出去，啊，速跨，要沉肩坠肘，靠八字磨他，啊，流星赶月，哎，这脚摘出来，啊，青龙反手，啊，青龙反手都从这里变。啊，天边扫月，扫地扫根，搬运脱逃，
这个八卦剑，八卦剑就是以拳为主啊，啊，肉拳有汤尼步啊，它损失是汤尼步，它跟鳖夹不一样，不同之处就是鳖夹有啥，鸡腿、鹤步、鸵鸟像麦，损失步，啊，损失步，啊，它这砍卦啊，天命走运。仙人北见啊！仙人北见，仙人欢迎啊！他这变化很多了啊！他这个剑呢，虽然是绕圈啊，它可以变化啊，变化很多，都是在个乾坤上变啊，乾坤上变，要稳如坐轿，要稳如坐轿，奢顶提纲。逼西逼胡，啊，吐纳，道家啊讲吐纳，啊，天边扫月，扫地扫根，帮你脱逃。离卦，扣八字儿，扣八字儿，日月争鸣，李大爷义啊，又到了中锋上。李大人，在中锋上，白云偷桃，白云偷桃啊，白云偷桃，跳下来，金蝉脱壳啊，一仙人脱壳啊，坐下，坐进，啊，坐腕，不停地绕，行气啊，太极即一气。就是呼吸呀，啊，调整呼吸呀，啊。艮卦，啊，那叫白蛇覆草，这叫白蛇覆草，上部刺的，潜龙出水啊，潜龙出水，潜龙出水，探海剑，啊，画半弧形，斩出去，啊，天边扫月。扫地搜根啊，这八卦剑呢，相当简单，但这简单的这含义是挺大的，因为它这个剑呢，一切都是权术上演变的，但是善权术者啊，不见得懂得剑术，但经剑术者没有不通。拳术的啊，这个剑呢，拳有拳法，剑有剑法，拳有一手啊，拳凭两手啊不动，剑啊是三寸啊，三寸之剑啊，剑尖儿走它，抹啊，你还是因为它有抹啊，还回来扫，扫地扫根，蓄力顶劲。脱啊，把你脱逃啊，因为它这变化很多了啊，啊，虽然转啊，抛开都是直线，嗯，啊，全凭神意啊，剑走轻啊，刀走黑，但是剑是君子之剑，练八卦剑。啊，百练有不如一走之说，就是在圆圈里走，顺着它，扣步扣把字儿，啊，它是刚柔相济啊，它是刚柔相济的，啊，形意它刚，太极柔，但是八卦剑刚柔相济的，扫地搜根，白云脱逃。啊，本子道要有神意，要坐着劲，抹带啊，这剑不离身呢，
反刺。白眼滔滔，先入洞，斩，凿，拖。啊，这时候这个剑指要给他趁住劲，两肩要松开，气力要均匀，腹式呼吸，丹田命门鼓大。神情不凡，很随意，很随意的。有活步骤，八卦剑，它是变剑，还可以变剑，不停的运动。旋转。猛虎捷路，接住他，挑，有挑劲，我抱住，承住力，天边扫月，转他的头，呼吸，扫地扫根，扫他，把你脱套。骗马，老马回头，回头望月，仙人，看起，刺剑，绷剑，拖剑。有趟地步，就是走啊，把宝剑不停地走，不停地变，没有法，法无定法，练是有法，又是无法，它都是便于人们记忆，便于教学，八卦的东西。不停的运动，旋转，不停的运动，砍，接，刺。要精神饱满，练的都是精气神儿，还有神意。不停的运动，脱离圈儿，可以脱离圈儿，八卦转剑，
没有八卦掌的基础，这剑是不好绕的啊。他可以走出活路来。对卦啊，对卦偏膀啊，走马回头望月，仙人跳玉啊，天边走月，力大剑尖儿，扫地搜根，奔脱逃，八卦啊，就是乾坤啊，坎离震艮啊，很轻松。八卦转剑啊，他转扣步就走，八卦掌不扣步莫回头啊。刺崩扁脱解，第一次结外结回身刺踏海，接他啊，接他味儿，把他得势啊，留抽青龙反手，夜里桑花脚他啊，脚尖啊，挂皮崩刺片砍，不停地变变卦，变剑，刺，啊，很有速度，百蛇突进，接扫脱，啊，力大东风，要有神意。不停的运动，八卦啊，脱剑，青龙反手啊，现在是青龙反手。
天边扫月，扫地收根，搬烟脱逃，日月争鸣，流星赶月。啊，要踏着劲，黑五竹挑他，看海，天边扫月，扫地收根，拖他。得转动，活步，啊，活步把过去，趟地步，扣步，截，拖，撩，砍。点啊，上看，磨，火步，拔火箭，练完，手势。损势八卦剑，拆剑，啊，这个白烟脱套啊，这白烟套，他往我头顶啊砍来，哎，啊，他又抹，他拖进，接，啊，接，啊，点。拖，白烟脱套式，啊，它可以变，啊，随它走，哎，啊，截它，点截，拖。白猿偷桃啊，他主要是点住他以后，啊，嘿，啊，可以扫他，扫地扫根，啊，扫他，扫都是他。挂的是游击战呢，啊，八卦剑也是，啊，也是游击，啊，打游击，无非，啊，就是手持剑，啊，手持剑了，八卦掌用法是一样的，哎，啊，避他这个风嘛，啊，调调节他。
把这腕子啊给它截住，上去啊拖拖抹啊伺候心。然后就粘住他，啊，搅他，搅劲，啊，点，点崩，崩他味儿，不停地绕，啊，找机遇，哎，啊，拖，刺，啊，转。脚踏，看刺啊，顺着他这个刺啊，歇着就可以啊。嗯，啊，点腕儿。顺着他这个胳膊上去削他这耳啊，他这剑他出不来，他只要是一扫我，哼，骗绑啊，骗绑啊，挑他，扫，刺，带，啊，带他去，啊，带就磨，哼，啊，直接进，啊，直接撩着进，啊，撩着进，嗯，看，扫，啊，借他这个劲儿，借这个滑道，啊，不停地运动，啊，接他，法无定法。所以说练是有法，用是无法啊，用是无法，这损失剑。哎，这个剑指啊，是很有用的，啊，很有用的，是护着，助着劲，啊，助着劲，啊，腕啊，也可以刁难。啊，也可以刁难，啊，又神意，啊，钻剑，啊，这腕儿要拖着，往下砍磨，啊，浑身的刺，接，往上磨，顺着劲的磨。缠绕他，啊，带，啊，往后带，啊，带住，看，啊，就砍，听了反手，低的，矫健。劈，啊，劈砍，磨，
急。嗨，啊，嫂啊，烦死！啊啊，铁臂扫月，撑住他！啊，铁臂扫月，啊，日月争鸣，啊，啊，日月争鸣，磨。夜叉探海，黑虎出动！啊，点他黑虎出动！啊，他进啊，我走马回头！啊，走马回头！点他！啊啊！盯他这腕子，啊，管盯他这腕子。啊，夜里桑花，啊，骗他，啊，夜里桑花，啊，使这神一转，就是他抹上了，啊，看他怎么变。运动，哎，粘着他，粘着蹭着走，啊，哎，要有神意，啊，顶住，哎，就是没跟，啊，这小寸劲儿，啊，就抹住。变化相当快，我赶紧的。啊，蹭着蹭，啊，他不让我走，我扫，啊，我扫。黑虎出动，挑翁，啊，接他。看他味儿，啊，看住他，啊，看他怎么动，啊，看他怎么动。哎，啊，刺，驮住他，哎，啊，点紧，啊，点点他腕，哎，哎，这条，啊，挨着他，啊，哎，驮住，看，嗯，啊，砍，啊，不让他过来。专削他腕部，点他这个腕啊，腕的穴位，啊，虎口给刺破，啊，这必须锋芒，粘住，哈，啊，哎，动，啊，抽，啊，抽，啊，带。截住，啊，让他变化不了，拖，一步变。
脖子往上滑啊。让他力量过去，带啊，推他这个啊，让他失重，让他失去重心。点拖，嘿，扫，嘿，啊，站住！站住！走！嘿，嘿，啊！刺他！啊，让他回身去！哎，哎，来，解环！来，平刺。点崩，看着对方的剑，变，啊，近身，身法啊，用身法。